猴哥出没，堵车了。来，你看我喂的他多爱吃，我是吃。你知道那饼干多贵吗？喂给你吃，啊？知道那饼干多贵吗？你知道这饼干多贵吗？你就吃，好吃吗？啊，这一块饼干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嗯，不生气了，吃吧。车来了，你让开车。没了，我把窗户关上吧。这兄弟，
哎，我说啊，小朋友，你是不是盯上我了？啊，这饼干好吃吧？贵呀！啊，吃完了接着还要是吗？嗯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差不多了啊，我逗你吃的差不多了啊，走了，拜拜。